服很方便，它不会皱，然后又超轻的。如果你要带出门的话呢，超级适合它的。好，然后它就是做这个大家最喜欢的这种有点微亨利领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边你可以把它拉开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再重绑一下。它整件是软料的，这件呢、啊，我觉得衣服穿起来有点过于绵密，就像棉花糖一样。里面的白色是送你的，所以穿好大概会呈现这样。然后你不喜欢三百的人，你可以都把它扎进去，好，全部都把它扎进去也 OK。但平常妞儿自己穿，我是喜欢三百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看到它这个非常可爱，它的这个啊布料底是格纹的，上面还有做这个立体的压纹。然后这件呢、啊，真是轻到不行，小到不行，收纳起来非常的轻薄透。然后就是有点若隐若现透透的概念，而且呢，有没有看到它也是做这种前短后长，可是它这次开叉是开圆弧的，好，非常的可爱，后面一样可以围盖我的屁股，而且它是在坐在这种八分袖的位置，超级卡哇伊，然后收起来就只有这样子，非常非常的小，非常非常的轻盈哦。